大家好，传说对决的比赛即将进入最终白日化阶段了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一厅的团练室，我来看看今天会跟你得到谁吧，走。哦，捕获到野生 Wings 一只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一厅的 Wings， 我担任的是魔龙鹿。然后比较喜欢谁？女超人。比较谁？喜欢谁？很多人哦。没有特别喜欢谁哦？真的吗？没有哦，好吧，我怎么听说是没有、哦、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快问快答。哎呦，消息灵通哦。你是我们第一集的哦。怎么样，深感荣幸？还好不录了不录了，我走了。好了，没有啦。那你知道我们的规则是怎么样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快问答规则就是，我会丢题目给你，你必须在一秒钟之内直接回答我，不可以用官腔的说法。对。第一题，小叮当还是鲁鲁米？鲁鲁米。为什么？比较喜欢。好。那瘦下巴还是长高十公分？长高十公分。所以不想要瘦下巴吗？长高比较重要。好，长高有多少？对，瘦下巴有另外的方式。那慢熟还是装熟？慢熟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慢手。好，没问题。意见领袖还是跟随是？这个字真的很难念哎，跟随遵从。意见领袖哦，所以你自己很常会丢一些意见出来，然后大家不听就、没有，就理性讨论啊，理性讨论。OK， 打边线打中路。太慢了，一秒。打中路，你为什么要迟疑？因为还是比较喜欢打中路，可是很难回答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是边线的。好，没关系。GCS 冠军，粉丝专业破100万。世界冠军。世界冠军。聪明，因为世界冠军你的人气一样会上升。不是啊，那是 GCS 冠军跟那个。GCS 冠军。一样 GCS 冠军。哦，一样，好，没问题。SNG OP， 哪个比较强 ？OP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打法，比较侵略。哦，比较侵略，所以你们比较难去 handle 这个侵略性的哈，所以要加油。神力女超人法洛斯。神力女超人的技能，你比较想要？技能？对。二技。二技。如果今天你会可以去取得他们的。技能对。对。你会比较想要取得马洛斯还是女超人？女超人还是女超人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把人家拉过来。对。那你想拉谁过来？我还不知道。Yeah. 应该是小。我不知道。好，小葵还是苗少？苗少。这样的，就是比较想要给谁赛后访问？苗少。官腔，这个真的官腔了。他还想到，要讲哪一个比较好？不行，一定要讲苗少，不然等一下会完蛋。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一个礼拜不吃饭，一个礼拜不喝饮料。一个礼拜不喝饮料。好，不吃饭会死掉。对。法师还是坦克？法师。哦，所以你喜欢中路？对。对，喜欢中路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小葵还是苗少？搞不好真的会是那个人访问你。真的吗？所以给你一次机会。已经来不及了。不会是我是不是？对，苗少。我这样有很坏吗？你刚刚有说那个 OP 比 SNG 难打。就是因为他们的打法比较侵略性嘛。那你们在战队上有什么应对的能力吗？对于这种侵略性的打法？就是跟他们相对侵略。对，硬碰硬就对了，對，看谁先被打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 JTeam 的 Wings 接受我们的访问，第一集的快问快答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相信各位一定想要看看其他队伍的快问快答，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是谁接受我们下一次的快问快答访问的话，记得在我们底下留言哦，搞不好就是他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是，谨慎理财信用至上，但是这张卡不是信用卡，而是签账卡，所以就算是学生也可以申办。刷卡不限额度，有多少用多少，理财无负担。详情请参阅王道银行公告，获取更多资讯。订阅葛露娜传说对决官方 YouTube 频道。
按下小铃铛，即刻提醒最新影片、精彩赛事，不错过。